你没有经历过爱情，你没有经历过，那你分析分析我呗，兄弟。分析恋爱脑啊，都是你自个儿都说了，恋爱脑。然后呢，事业做得特别好，感情一塌糊涂。旁白哥抱抱独家，汪小菲台北宵夜场办长发女恋爱脑互动密切，张兰知道吗？你床垫什么时候还给我？你是男人吗？我问你是男人吗？是，为什么中国会冒出大 S 和汪小菲高仿中 S 和汪大菲奇幻联动？因为正版的汪小菲常在台北啦。后面是101。没错，为了离婚官司，汪小菲必须不时来台出庭，这次竟然带上了 Plus One。是18号半夜，汪小菲和新伴侣出没在台北东区街头。哎，男方看起来有点忙，与该女子互动亲昵。本想继续宵夜吃四神汤，但看现场人多，双双转身上车离去。汪小菲日前莫名在社群平台秀伏地挺身。哎，一般说来，中年男子突然这么勤快，通常就是恋爱了。片中有清楚的女性声音驱动着她七上八下，再七上八下，再七上八下。好多人说让汪总出嫁，这好，出嫁本身就没家了，就还有一妈。汪小菲其实还有爸爸的，但妈妈张兰太强势了。这收藏意义的，你可别给弄脏了。打我呢？我买了，你把我脏不脏？儿子给刚给新买的包，给他装着包子，吃饭呢。到那儿。张兰日前收到儿子送的限量名牌包，张狂的塞肉包和麻辣烫料理包进去，历届飞女郎也塞进了满腹委屈，包括接棒大 S 和汪小菲在一起的张莹莹。天到晚就是这些男人，哎，男宝宝，哎，男宝宝啊，妈宝啊，男宝宝啊，男宝宝就见不得女的强。除了曾明媒正娶的大 S 被张兰骂到臭头，在大 S 之前，张兰也煽风点火劝儿子离开张雨绮。大 S 身体不好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前妻。你发自心告诉我一句话，小飞哥，你对他是爱还是可怜？爱，你还爱着是吧？汪小菲10月插花朋友直播间疑似酒后醉语，如今拿来解释新暧昧对象，特别合情合理呢。你没有经历过爱情，你没有经历过，那你分析分析我呗，兄弟。分析恋爱脑啊，都是你自个儿都说了，恋爱脑。然后呢，事业做得特别好，感情一塌糊涂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出家本身就没家了。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。我是黄静。我是郑国成。我是萧敬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蓝安。我是魏渊。我是林真义。我是郑钧。我是陈钧。我是粉红周玉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粉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 Merry Christmas。